散媒报道，日前有学生在纽约美术学院登记处见到疑似宋慧乔，表示宋慧乔正在纽约修读短期课程。对此，港媒向宋慧乔经纪人求证，对方只表示私人行程不便透露。宋慧乔现身纽约时装周9月8日在国外度假了，宋慧乔公开出席了纽约2019秋季时装秀活动，她一身白色西装出镜，十分大气又显气质，被安排到与超模时装杂志主编一桌上，也丝毫没有输掉气质。宋慧乔一改之前曝光的烟熏妆造型，这次的妆容清新自然，搭配她身上的这套白色西装，人显得又干练又知性，韵味十足，